一次来，很壮观，感觉很兴奋。我是南方人，第一次来这边玩，第一次看到这个黄河流经，我准备过来拍个照片，很漂亮，很美。您是哪儿的人了？呼伦贝尔的，边上还有点那个大厚的那个跑一跑。对，就是没这么多，上次看。对。为什么就看它边上一点儿呢？那边都没有，那年来看一回都没有呢。对。今天正好看着，老看它就有点晕，看着眼花了都是。